这会上惹人听你朋友看你不笑话吗？你给我好好修一修。好的、好的。我觉得还好啊。这儿，都给我修一修。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嗯。我就说你脸大胳膊粗的，照片不修根本没法看呢。这哥们儿真想不开，竟然还娶你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以为是自己太差劲，但是他让我明白，只有没本事的男人才会靠贬低女朋友来获得存在感。文文说这个滑雪场特别好，现在订票还来得及。你又不会滑雪，去那儿干嘛？啊，你明天多买点菜啊，有哥们过来聚餐。啊，文文约我周末去迪士尼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没事儿吧？人家什么条件，你什么条件啊？你不看自己什么样？哎，你以为谁去了迪士尼都是公主？您别忘了菜啊。文文说你想去迪士尼没去成，我特意买了门票和机票，想给你个惊喜。可是你不是喜欢滑雪吗？那我更想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。嗯。你想考研？什么？你当主管？没事吧？有家公司想挖我过去，工资是现在的两倍呢。哪家公司这么没眼力见啊？我估计人家就是给你画个大饼，让你去给他卖命的。别不信啊！我想去试试。试试？就你上脑子还想当女强人？你省省吧，有份工作做着就不错了。反正你结了婚的，你一直生孩子，别瞎扯。我就是想试试，应该考不上。我女朋友聪明又刻苦，肯定能行的。你想考哪个学校？我看看有没有关系。帮你找找资料和导师。谢谢。还有啊，这考研营养得跟上，我去学学怎么做营养餐，得多准备点补脑的核桃啊、香露啊。哎，阿姨，我爸妈让我带些礼物过来，给您和叔叔问好。让你爸妈费心啦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我这还有几道菜。嗯。哇，这么多菜，阿姨肯定是怕。不是。嗯，真是做了不少菜啊。我妈怕你不习惯这边的口味，就都做了一些。啊，你们家是多怕你嫁不出去啊？好不容易逮着一个生怕我跑了是吧？不过确实啊，经常有人要给我介绍条件比你更好，觉得我配你可惜了。阿姨肯定是怕我平时没有照顾好你，所以才做了这么多菜。我妈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行，这我都得把它学了，以后做给你吃。听小迪说你喜欢吃这个，快尝尝，合不合你胃口？好。他要是真不嫌弃，怎么还让修图师一个劲的修你们的结婚照？你也不想想。因为小迪太美，我站在他旁边就像女明星的保镖一样，所以让人家给我好好修一修。把你拍得很帅啊。是啊，你们这得太养眼。刚才老板还让我问一下能不能用你们的婚纱照当宣传片呢。罗林得让他们赔钱。自己长那样还怪别人拍的不好。可是同样的泡菜，他们的婚纱和妆造就比我们好看很多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人家那是19999的泡菜，你男朋友订的是3299的特价套餐，可不能乱说话砸了我们招牌。怎么说话？我是不是周国林？我这婚我不结了。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喜欢你。一定远离那些喜欢否定你让你陷入自我怀疑的人。人会在爱和夸赞里变得越来越自信，一定要和打心眼里觉得你好的人在一起。